这把你们要什么就可以从我手里拿走什么，好吧，朋友们。哎，可惜开不了。来吧，断炉。都没啥用。都三个没一个好的。只能断炉了，其他两个就断炉好一点。嗯，都一般。这个，猪猪，我们选这个。好，拉起也来了。你没站起来，他站在外面。我说哎，但是还选他了。哦，站起来，大路，哎呀，我想我们是在战斗吧，我忘了调海克斯了。哎呀，小瞧不起人了，我早就黄金三了。小瞧不起人，早瞧不起人了，我今天掉段了。小瞧不起人，小瞧不起人。你今天从哪掉到哪了？从白金二变成白金三了，还行。都是因为王大谋和轰轰，都是因为他们俩。啊，跟我俩有啥关系？我咋了，大哥？都是因为跟他俩玩。咋了？啊？咋了？咋了？我把把第六。怎么个事儿啊？还吃我四个飞机。怎么个事儿啊，爷们儿？你咋还记得呀，猴哥？这事儿过这么久了。是，今天还没过去呢，还。这么健忘吗？翻不了篇了。这是别是彩色吧？哦，这事儿翻不了黑了。哎呀！哎呀！啊！哦、这把玩什么呢？来吧，来吧！我要不玩九 F。选这个的话就……那我卖哪个呢？卖这两个。就不能玩这个。盖伦吗？你也玩盖伦吗？我看情况。我操，机器有盖伦啦！不行，而且兄弟们卡卡他，兄弟们他又玩盖伦。这把这个盖伦人手一个。好，人手一个。谁都别让他过。好。我靠！我上来就打你，真恶心啊！沙奇，这个怎么玩？沙奇，博少卡我是吧？怎么玩？先打一下，胳膊狠狠卡你。好，别把自己卡到第八了哦。就这个天使，就全拿堡垒呀！哇，真反胃啊 ！OK，OK，OK，OK。好的，拉奇，上个装备。一边看攻略一边上装备，完了，赢了，好办啊！哎，这能赢的呀？咋办呀？没有咋办？这怎么赢的呀？这是啊？不知道啊？怎么赢的呢？怎么？为什么他赢得不开心呢？为什么他一点都不开心呢？为什么呢？不是这能赢吗？哎呀，好难受。嗯，好难受。拿这个。哎，拿这个吗？那自己来的。哦，水手踢猪。猴哥怎么是空城呀？哎、我要空城了，空城了。猴哥。耐心学习还是一首小炮、啊、耐心学习是的，我在试阵容角色、okay. 哇，我这阵容谁也打不过、okay. 我操，
你搞的了，下马不能给杰西艾克。你的小炮一定得有个，我这没转哦。好的，那个有了那个以后很强，那个转不能合，所以说很稀缺，有了就无敌。这样，避雷转给小炮，把这两个卖了，又能扛又能打。自己来的我不拿吗？这两个卖了，朋友们。卖了能是利息啊。老男孩在这玩对对胡呢是吗？我遇不到你的，别想了胡哥。你一定会遇到我的，这个我一定遇不到你的，我是你命运中注定遇到的人。如果说我真的能遇到你的话，我就直接把所有的东西全卖了，还干一块呢。不白嫖的干嘛不拿？白嫖的妈拿到九星都给他拿。Letting go and going down。哦，卡特，卡特。拿不到。嗯。没抢到，跑的没那么快。孙悟空，那谁都行。我不知道玩啥。八局七场，赶紧看攻略。主打一个强势冷门，场场自费三星，一个不太够，两个不嫌多，靠的就是这一手冷门暴打原始人阵容和站位图。哎，我可以拿这个，直接拿这个。一，怎么样？一给他，挺强的吧？然后这个也不要。妈，你不知道玩什么，我套啊！这个死亡之面是隐形血剑吗？死亡之面上吧，我感觉我这个不知道你要赢的，瞅瞅你的装备，在哪？我拿到了，我已经拿到了。死亡之面。对，全能吸血，携带者受到他又盖伦，又盖伦，又盖伦，盖伦不会打不过吧？随手劈猪，赢了这盖伦。他请你给钱，挣两块钱了，你真狠啊！狙击手，狙击手，又来艾克 ，Oh no！ 拿一个，什么叫拿一个？挺尖呀！哇，这还有个更狠的！那应该把卡丁上了，把它卖了。一个哦，两个。他们说哦，我说弹幕一直让我拿一个，拿一 个，拿什么？他们让我拿一个盖伦，我操！我没想明白。哈哈哈哈，拿一个，没拿到，那就拿个天使好吧？没拿你啊！他玩什么呀？我操啊、oh, ！OK， 我操啊！这一个没想到你是注定我要碰到的人，没想到最后还是碰到你三德嘛，哎，无所谓。要不还是我知道你很难受，我一点也不。你不仅为我拿了攻速，我一点也不。还被我断了连败，还是也断连。我给你个波波。我一点也不难受，我一点也不难受，猴哥。你的笑声里面充满了无奈与难过。没办法，我玩啥？我只能为你准备一把小刀。我想不通玩啥，我操！我这个人他我也看不懂，他要我玩什么？要你玩什么？你不用管他。你别管，没有，别管他。你别管。那我也没有双阳刀。上个这个吧，感觉野怪都打不过。现在转转枪还来得及吗？我咋可能地啊？谁说地光、啊？那我不应该卖他呀、啊！我操，完了，野怪我都打不过。好，真不知道玩啥了。出大问题，野怪打不过，
难了啊！打不过野怪，哎呦喂！没事，野怪没爆的装备，下一轮下一轮。C 哥 ，C 哥，裂开 ！C 哥从头裂到尾呀、啊！我只能说，没事，朋友们，没事，没事，谁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的，谁？没事，没事的。没事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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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的。我靠，不是玩啥、啊？弗雷尔卓德枪手。弗雷的觉得枪手有点难，一定没事的。哇哦，两块钱，有钱不就好了？拿这个东西，反正就拿钱呗。我靠，孙悟空，你的强度太低了吧？给钱挺快乐的，其实。没事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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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，没事。没事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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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。我操！我玩什么呀？没事，没事。哎呦，玩的老疼。没事，没事啦，魔力没事。脑髓要被挤出来了。苟且偷生。我要把它装备去变了吗？只有在夹缝中生长出来的花朵才经得起风吹和雨打，雨打，而我就是这朵花骨朵。全做鸟盾，先不变，等会儿变。其实我都不想玩泽利，我也不想玩，但我感觉我被迫走上那条路了。真的，我都不想玩了这玩意儿了。我其实这把我想玩黄鸡的，没事的，好给宝石。我真不想玩泽利，想玩的黄鸡试试强度。慢慢，没事的。我玩弗雷尔，没事的，弗雷尔卓德枪手行不行？没事的。弗雷尔卓德枪手，没研究过呀。你将成为第一人，托森。我研究研究。你研究研究。不都卖了呗，可能。是吧？那就把这把耍完走呗，反正我就一个人。哎，这哪来只鸡？哦，那我杰斯要的什么意思、啊、我的给钱给钱，我的乖，哭哭给钱，你知道吗？哭哭给钱，鸡哥哭哭给钱，哭哭给钱，哭哭给钱。哦哟，猴哥质量好猛，嗯，剑魔又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都来了，打不过。算了，不想玩泽利的，但是他硬给，没招了。这下我终于可以。你什么事啊，爷们？什么事儿啊，朋友？没事吧，没事吧。你们不打这种牌，我肯定会有的。以我这种 maybe 一啊！你猴哥没拿到，太牛了！放我出去！干得漂亮！难受住了。我真的要猴哥，我不是抢你的，你别误会啊。懂你意思。呀，什么都没拿到。太牛逼好了，变个大棒吧，求求你啦，第一次玩吧。懂你意思。懂你意思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别觉得哥们针对你抢你的哦，没事，可不能这么想。没事的，没事，没事吧，不管了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我上他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我再也不行。太急
又没赢，没用宝莲是吗？滑不动是吗？完了，电门扔了。大洋刀好慢、哦，微光王给了，感觉跟我看到的他们完全不一样。这两个揉一下吧。哇，随手劈猪，好厉害的天使！我才忘记升级了。怎么才挣一块钱啊？我受不了了。哎、我很连麦，这也能给我连麦了？大哥，你真是卑鄙！我打你才这也能给我赢了？卖你知道吗？啊，我没吗？我的问题吗？真的你的问题，我打别人挣十几块。啊，我的问题啊，好吧，我的我的，谁的问题？看看你这个什么东西。战争财宝，在你击杀一名单位有30%的几率掉落战利品、嗯、没事的没事的，我要的籽肉比较贵吧。他们刚跟我说什么，我要一个皇子和一个什么皇子和谁、我需要留的人是皇子和谁，这质量呢没有破奖、哎、皇子和圣吗？没破奖，斯德玛，我让他去给我加工作，我让他加攻速来的。你别老在意这个几德玛，几德玛，你想想看，这个情侣是干什么吃的？你想想，是来加攻速的。你自己想想，自己想想。对啊，你自己想 想，感受一下，你感受一下。你怎么有哲理啊，波神？哎，来，抢了！打你，这是谁？个 Saki 给了六块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把他上了。啊哈哈哈哈哈！好好好好好，吃了吗？谢谢，怎么还有人、啊、把哲理也卖了？你好那个，没有我就看两眼，我都没开麦呀、啊。嘟嘟怎么了？我在学习呢，艾欧尼亚。你要考研啊 ？OK， 要考研。对。可以，这三件装备给亚索挺厉害的。管你挺严格呀、啊，我操！建模要不要脸呢？建模，要是不要啊？要是不要？哎，啊，想把他，直接把装备给他了，把这个去洗了。没事，没事。嗯嗯嗯嗯。不要给那啥呀，不要给正义啊，没有青雨的哲力很垃圾啊。我跟你说现在的、啊、这个打前排第一位必须得是正义。那我这个装备有什么要改的？ 不是青雨哲力的，你给点意见呗。猴哥，哎呦，好猛，你这个哲力、啊、站不动站不动，你这个哲力你要是没有的话，破甲你就挂一个两福累累夺得吧，你的前排装就好了。我也是想挂福累累夺夺得，福累累夺得，我就拿这个了。福累累，写字全刷吗？累累夺得，这个还挺好。我也是血字，我要确定用它，就用它写字。三，你再打一波吧。打一波升级。选秀有个攻速塞纳，我直接起飞。少一个枪手，是塞纳。乌鸦我不要。三有回血。二没回血，不是我刮不动啊！刚才那我刮的太慢，我启动太慢了。少一个猪，三刮不动把它下了，败了不是很正常吗？不是很正常吗？我的弗雷尔猪的枪还挺猛，啊、牛，没有，牛的，牛，牛的。哈哈，看装备烂没有办法。Lucky。就他又不是一定要三，他是等级来的嘛。大哥，这天使是玩九级来了，九级啊，九级。
他三星厉害吗？跟不是三星。没有太大的区别，加点血。能杀就杀，没杀不了，没办法。下去就放装备了，谁说下来就放装备了？避一下吧。完了，上当了。哟，没上当。我下来的装备也没掉下来啊。不要这个玩意儿。给你们搞一把三点金玩一下。盖伦，我三星大树。这是什么 ？No 盖伦，没有装备打不动你盖伦。他也是堡垒，他这么多堡垒，我说我怎么来点玛尼？难搞，怪不得啥都没滴出来。原来如此，哇，这大树太顶了。吴磊磊卓德不拿。弗雷雷卓德可以拿啊，不拿弗雷雷卓德，但是不行，找个小炮嘛，可以啊。都在堡垒，那么堡垒你们要什么呢？要什么呢？要什么呢？只拿一个小炮，其他的都不要，都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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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弗雷雷卓德，一堆堡垒。Fuck 谁哥，拿我攻速。哦，你怎么成了呀 ？Fuck 猴哥，给了他一个装备。哎呀！三点金，哇！两星黄纸上，我们找不到啊！我把这给谁呢？等会给黄子，怎么没赔呀？阿哲，阿哲，对，我们得多久？他们是什么？为什么不要蓝了呀？这把要接，不要蓝盾吗？还带风吹的，急个屁！又是盖伦，盖伦这把有水银，操作不了了，没用啊，打不动你后面。杀好，打不动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手皮子被围殴了。怎么样？我这个弗雷尔枪手，哦，真厉害，弗雷尔卓德。我阵容还没成型呢，真厉害，弗雷雷卓德，再给俩攻速就行了，能不能给俩攻速？求求了，大头来个羊头，又生银头，三块钱点金，一块钱没包，快点啊，给点钱呐、啊！没那个心思，这个一块钱的卡前面，那是顶着。等会儿再跟菠萝打，先打菠萝。变成四把了，然后上个这个，只能这样。哦，这个亚叔，打了像个羊滴水。亚叔，看后排，别看我，看到后面去。亚叔加油！举手没用，哎、你看嘛。亚叔，真的受不 了。亚叔是这样的，他打的、no. 啊！别过了，亚叔，出去回去锤大叔腿好，锤！哎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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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狙击手，那我刚才那个是什么？我刚才那个不是吗？我刚才那个是哦，你们说不要这个光明装备了？有同行，德力十二点金石，你点个靶吧，啊？是这样吗？攻速来一个，是吗？
哎呀，没有破甲呀！哎呀，那我只能挂弗雷雷卓德了。只能挂弗雷雷卓德了。只能挂弗雷雷卓德了。哎，笨蛋、啊！我操！我想喝三个旗子不能来那么多艾克干什么玩意了呢？再给谁上点？哎，有马雷，那早点打。哟，出去了。哎，有马雷，还得波神啊！哦，泽利还没二星呀、啊。来上来，慢慢踢人去吧。提一下泽利的资料，这黄毒不给螃蟹，看我神威，嗯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是要等一下，可是怎么办呢？妈的，牌数被拉完了，怎么没有啊 ？What the fuck？ 范雷雷卓德，范雷雷卓德。这个能加攻速、啊、哦，三星艾赫就不拿了吧，终于三了，什么用啊？还做鸟盾？他没有啊，这把的牌和这个都稀巴烂了。还做鸟盾啊？你看我这个 K 哥，我这 K 哥快把他那个这个小炮给他踢出去了。没有科技差，这把我的奥恩废掉了，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奥恩的装备。嗯，废掉了。哦哦哦哦哦！还活着，还活着！要我勒个，踢不出去啊！这把都好猛，这个谁的踢不出去？记了，妈刷不出来。能做多少做多少吗？刷多少钱了，波神？格温换越南开巨神风，大头有点小技，波神。格温吃个鸟盾，废物出去。等，大头要来干嘛？黄纸不可能爬，两星黄纸凭什么爬？找大头借。凭什么？两星的黄纸凭什么爬？扣两星黄纸很猛。扣。完了，没破甲，打不动这大树。大树，哎呀，真幼啊！坏了，差一点，差一脚给他吃。幼吧，幼。不过没事，完了要被戏耍。没事，我能拿三星。C 哥就五滴血。C 哥别人来。幼吧，哎呀。C 哥可以别人来给他拿去。我可以拿三星免费啊。我管他是啥来着，拿就完事了。破甲泽利，大头没了哦！我要个波比，怎么样？放四炮，放八吗？我跟你说，先给你来一个塞纳，我前排不一定够。为什么不来呀、啊？我真的，你18%的护盾有鸡毛用？18%的护盾这么关键吗？这么关键？黄纸是一块，这上不去了。怎么没有卡牙齿啊？不提升吗？没有牙齿了。牙锁老难记了。波少，坏着打不动就。哎，记了。
打不动的摸欧瓦利大上不要四组，我是不要四组啊，但是我也凑不到四强啊。B 弹幕我真的扇你脸准吧，我一直没有提攻速是为什么，不是说得找三大吗？没三大呀，我被什么东西晕住了，弗雷雷夺得，真服，被我的泳霜大头剑魔换大手，泳霜我就不要读啊，我就不要插手，我就这么玩，我就这么玩。肉的一批吧，随手批出，先给你盖伦踢出去，没事，踢不死，给他踢出去，走吧盖伦，我操，被对位了，急不要了，你要打不过呀，不要了，不行，我靠，这被他对位了，我主 C 了，这个、P 猪心眼有点多啊，心眼太多了吧，这猪多了，我摆的就没动过，好。哎、我真没动过，杀给好，哎呀，啊嘿，又勾住你，艾克下了，燕舞放冰女啊，哎，单挂吧，我刚玩的是弗雷尔卓德，可以，弗雷尔卓德枪手，我自创的，第六名很不错了，能别这么挑。别这么挑好吗，能别这么挑，别这么挑好吗，我看看是谁在为难我王伯鲁，谁仔细看看，谁好好别急别急，谁在和我公平，好硬好吧，我们输了也就输了好吗，我们后面无所谓了好吗好吗好吗，别急，我仗你们很急，我也很急，大家都很急，不是你五十七滴血，下面五滴血，二滴血，一滴血的急啥呀？他们急着让我麻三心五肺，必须我得拿，你知道吗？我靠！我求我了，就快点，快点，求你了！我真服，急啥呀？玩的不好不要说。质量还可以。说实话，这质量还可以。那是这样吧，能打的那我怎么办吧，能不能把天使给刮死了，完了全给我踢飞了，猛踢，OK 前排是OK、嗯、第三名还可以 G 还可以 G 得得得得，水手皮猪你能不能下一个英雄，你让我这个宝石先三好吗，我就七滴血了，你给我打死我没了，因为我打死你一轮你还能活，哥求你了，算我求你了好吗，求你了，我给你跪下了哥，好的好的，他没三、好的，可以吗，这样可以吗，七哥可以，你好温柔哥，你好温柔，你好温柔，我去找个宝石，我找不到宝石我再投，你别拿黑哥就行，好的，我拿不到黑哥，我1%的概率，我才七级，你这有两张宝石，我这有一二，我就拿过一张，我就一张宝石，看我的宝石老小。哦，对啊，谢谢你，我多尼阿里卡多。感觉输赢未必，三星以后。OK， 做到了。哦、okay, ，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，我操，这个，我操，我操。我想起今天晚上跟水友一起吃饭的时候，点了两份海南鸡饭，他没给我们上，16块钱，多少钱呢？日内瓦
上英雄了，随手皮猪。我操！还想还想追，还想打的哟。海南鸡饭都要抢。我突然就想起来，因为我现在感觉肚子有点饿，我又想到我今晚没有吃主食，我想我今晚为什么没有吃主食呢？我又想到我今晚我没一点主食，为什么没有吃主食呢？他们都不送。他们很急，我不急。那你把所有的都卖了呗，不然。OK， 等这把打完的话，你应该赢。等你找选秀看有没有，有就直接结，好吗 ？OK OK， 有直接结束。他们就是很急，我不理他们了。急啥呀？有啥好急的呀？就加入全麦D。随手批注七十块钱，我用魔血的时候，他们说你们没血了，让我赶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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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好好好好好，急就好，你别急嘛。哎，选秀有个黑哥，没有黑哥，没有黑哥，拿五块的吧，坏了坏了，西哥，拿五块了。技能是什么？看一眼。把所有的人全部踢飞。我操！三星黑哥直接清屏。来吧，所有的兵卒，把全卖了，快！来吧，一边卖一边递，快卖！递递递，递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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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递，还有15秒，递递递递递，天使千军可以卖了，还有那个谁？还有10秒，还有10秒，也没给我们上，这么快把 C 哥再卖一个，再递一个，还有吗？你还有钱吗？我发现大家还有个毛，还有递递不到，就跟我那个猴哥，你真的，你别每次我地盘都盯着我，上次150块我都追不上，这会儿还盯着我，怪我喽。我打电话问。谢谢王守义的万里无忧，谢谢。怪我喽，怪我喽。他们下班没？他们下班了。急。完了，还有一份那个午餐肉也没给我们上。这啥呀？啥也不给上。对啊，而且那家店的本来有88.88元带100元的代餐券，我也没有用。又干活了，我请客的本来能省100块的，我竟然净亏150。可惜，晚上睡不着了。可惜。